么进来让您出演您好之缓中的继母这个角色，而且这部电影是什么吸引了您？岩井俊二导演，我觉得是我们大部分的中国影迷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导演。然后我看了这个剧本之后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剧本，需要这种暖意，很需要这种一种回归，我很愿意参与。更何况里面还有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周迅小姐，然后还有我的老朋友秦昊、胡歌。这是第一次在电影中跟胡歌老师一起合作，剧场里的他，片场里的他有什么不同？看到他很多面，他有时候就比较像，就很奇怪，胡歌都这么大了，有时候就是还特别像那种小孩儿，像那种比如初中生什么之类的那种比较幼稚的男生。但是他很努力，也很聪明，也很有趣，当然颜值也高。就是我从他身上得到很多的启发跟鼓励，觉得有这么一个很努力的、很励志的伙伴在身边，觉得挺幸运的。